到哪一个国家公园可以看到这个自然景观。那这个排名会根据你的速度还有正确率会有一些调整，所以有可能学生呢，他这一次很快就答对，他可能就是排名就会往上冲。这个最著名就是柱状玄武岩。好，我们来看到谁？红道冲到第一。好，这个是南方四岛国家公园，好，标新成立的部分哈。好，第四题。下列哪些美食是台南著名的？这是复选哦，这是复选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呢，现在谁是第一？哦，好，第一名还是红道后面，但后面排名有一点不太一样。好，好了，台南。